想要伫咧台北市买一间厝，买一间厝是非常的为难。像大安区青田街的老公寓，拢已经是三四十年的老厝咯，一平也是要将近100万。房屋的中介就来分析，讲这个青田街的厝虽然老旧，但是有明星学区、新兴国小甲金华国中，再加上边啊就是大安新运公园甲永康商圈，生活机能真好，所以这个厝价哦有一定的急速。台北市房价寸土寸金，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台北市的青田街，虽然清一色都是老公寓，而且屋龄30年起跳，不过就有民众发现了这边每坪的房价是逼近100万元，好奇上网发问，到底为什么这边的房价这么贵？真正无看唔到电话条啊，所打这个卖厝的广告，青田街一房一厅，讲的1000万，依照实价定6万的资料，最近2年来青田街公寓平均的成交价数差不多一平是90万。电梯大楼差不多要150万，比信义路的公寓低差不多一成。合理啊，因为就大安区啊。应该金华国中跟新生国小吧？新生国小好像是双语国小，所以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人想要就读这样子，然后又是公立的。明星学校和青田街厝价贵，这个所在学区划分是适合有双语教学的新生国小，国中有老牌名校金华国中，未少家长因为安尼开几千万去买厝，再加上地理位置是闹中取静，比如是用行就会当到永康街商圈，然后附近有真侪咖啡厅。气氛加住宅。那大安区上面呢，有这样子完整机能的一个商圈呢，是少之又少的。那另外呢，在于捷运上面呢，它有红线、绿线以及橘线呢，都有相关的捷运站可以做搭乘。这边有永康街商圈，这边有大安森林公园，再加上明星学区的加持，就算是旧厝，同款加贵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